阅读是形成一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必要的过程。爱要说出口，要大声的说出口，要勇敢的表达，还要正向的表达。有时候其实放弃就是那一瞬间，但是我们从事这种特技的工作，其实随时危险都在你的身边。你要用你的方法，你要把它分享出去，而且在他眼前真实发生。